刚刚有一段忘记更新了，就是之前讲这个 FP scan 是用来那个扫描漏洞对吧？扫之前首先需要爬虫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先爬虫？就是爬虫但不扫描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就是说这个探索，实质上意思就是一个爬虫，只爬虫。不扫描，OK。你看啊，就这样。爬完对吧？爬完了之后呢，你也可以就是什么都不做，或者说，你想继续爬虫，不是继续爬虫，并且扫描漏洞，就是说你可能在这里对吧？然后呢？可能那个这里可能有更新，之后就是说，继续完成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你爬到一半，但是你要暂停了，暂停之后你可以点这里，就是说可能是继续爬虫，并且啊，或者扫描漏洞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就是扫描已爬虫的，就是说现在这些爬虫对吧，已经爬到了。但你点这个的话，就是扫描这个漏洞，就是说，根据你的规则库来吧。你看，开始检测漏洞了。OK，暂停。这个就是个爬虫啊。